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阿辉啊。这里呢是牡丹江市北山公园的一个演武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对牡丹江市著名舞狮王兆仁老师啊，要做一个记录。我报道过王兆仁老师的隐士八卦掌之后啊，有很多很多朋友非常渴望我再能对王兆仁老师的记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到了牡丹江市北山公园的这个演武场。那么今天呢，王兆仁老师啊，就应我之约，把几个好朋友邀到了牡丹江市北山公园这个演武场啊。现在他们演练的是一种叫对打，八卦掌对练啊，叫八卦掌对练。对，而这套八卦掌对练呢，曾经呢在香港一次国际大赛当中啊去演练啊，据说是引起了现场的一个轰动的效应。那么这种对练呢，得需要经常的磨合，随着这个磨合的不断深入，它会演绎的更加的这个精彩到位。民间有句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。我虽然是武术外行，看他们这种对练呢，这招招式式真的是很到位，很有功夫。练的是八卦掌对练。八卦掌对练。对，那这个八卦掌对练，这个练了多久？时间不算太长啊。参加过什么比赛吗？参加过省市，这个还有一些国际大赛。区域的国际大赛。上次您说这个，你跟王兆仁老师这些对练，在香港的比赛引起轰动，就是这刚才这个对练吗？对，我们获得了。总共是14个省，我们获得了金奖、特等奖。我再问一下王老师，你今年多大年龄？我64。64岁。哎呀，还是这样的这个虎虎生威，真的是非常好。观众朋友，刚才记录的是在牡丹江市北山公园，王兆仁老师和王连廷老师的八卦掌这个方面的一个对打。看了之后呢，有什么感动和想法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分享。我是你的老朋友阿辉。